宜兰市中山路二段与民权路一段的路口，昨天上午十点半，一辆执勤当中的救护车碰撞到机车，女骑士喷飞摔落地面，所幸只受到轻伤，双方都没有酒精反应，而详细的肇事原因尚待警方查证厘清。本分局于三日上午10:30许接获报案称，宜兰市中山路二段与民权路一段口发生交通事故，经警方到场了解，系一辆执行中之救护车沿中山路二段往罗东方向行驶，至前速路口时与沿民权路一段往新月广场执行方向之普通重型机车发生碰撞。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对双方施以吐气酒测，双方均无酒精反应。肇事原因尚待分析。宜兰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务必减速，若遇到救护车鸣笛执行勤务，应该要减速避让以维护安全。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